喽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有小粉丝想看挑战拆叶罗丽的梦幻包，直到拆出 L 加卡，咱们必须安排上。Nice。这里面一共是18包，我们来看看今天会拆到 L 加的谁呢？快告诉我你最喜欢谁？还差黑香银，第一包就有 S 加卡时间公主。还差黑香铃、120公主花环，还差毒娘娘、SSR 剑鹏，还差金王子、AR 水王子，还差金王子、CR 莫莎演出服，还差亮彩、SSR 毒西飞、复球。SSR 茉莉，哇，拆到了 L 加卡，看看会是谁？王默的 L 加，一盒里面有几张 L 加卡呀？昨天张小鱼随手拿了一包拆，竟然拆到了一张 L 加的白光银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谁的运气好？是我拆到的王默，还是他拆到的白光银呢？拆完，看看后面还有没有惊喜？我有没有机会拆出 S 加的银尘？还差王默婚纱。这张背景好看，黑香铃、毒西飞、AR 梦公主、舒颜、UR 萝莉，还差冰公主、金王子，还差岩爵国风、AR 前生金王子，还差水王子。UR 白光银新素白，这一张好看。心灵 S 加秦公主，还差白光银太阳裙、SSR 舒颜，最后两包，还差文倩、UR 王默舞蹈服、剑鹏、黑香铃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我今天的运气如何呢？很可惜啊，今天 SDR 的月公主和银尘都没有拆到。好了，我们这期视频到这，喜欢的记得点赞哦，拜拜。